大家好啊，欢迎收睇八月五号嘅司机金钟午直播啊。咁大家见到今日Kelvin 喺度咧，就即系好得唔得闲啦。咁就阵间 Q&A 咧，等我同埋 Ada 答下大家啦。咁就今日咧，就其实睇翻司机金个价先啦。就呢个系八月三号嘅价格啦。咁就系145.4啦。咁琴日就啲嗰啲嗰啲上游嗰啲股就好劲啦，所以都应该都会弹翻少少嘅。我哋咁跟住咧就琴日最大新闻就都系联储局噶啦。咁其实整体就即系琴日都有出过啲嗰啲就业数据啦，就好似 miss 咗啦。咁跟住同埋最近啲 PMI 數據啊，嗰啲咧都見到，其實成個經濟都似乎係大家都好關注嗰個放緩個情況嘅。咁其實都講咗好多次啦，即係嗰個10年 U 就一直咁對落去。咁琴日就打一彈翻啦，主要就可能係同呢個聯儲局嗰個第二把交椅出嚟講嘢有關啦。咁就講緊嗰個嘅嚟緊加息 timeline，同埋可能會停咗買債嗰個情況啦，咁就所以大家都關注呢樣嘢嘅，咁其實你都見到美國嗰邊咧，都即係我自己留意就見到其實一直大家都部署啲可能 defensive 啲嘅，例如係啲美國嗰邊 healthcare 嗰啲嘢啦，你見到都好勁啊呢、這個 ETF，咁就整體個情況都係咁樣，咁跟住咧就咁跟住，另外就係大陸嗰邊疫情啦。咁其實都一直都未好嘅。其實今日都有好多單下嘅，都開翻過嗰個疫情。今日就應該60幾單到啦。係啦，就通常我都係睇呢個嘅。咁你見到就落翻少少啦，60幾單啦。咁你見到主要嗰啲都係揚州啦，之前嗰個棋局嗰個爆發啦，咁跟住就張家界啦。咁其實如果我唔知大家有冇即係知道，其實成個古仔就係之前南京就機場嗰度爆咗啦，嗰啲清潔人員，咁跟住之後就大連嗰邊有飛機就係飛去張家界嘅，但係就喺南京嗰度逗留咗一段時間，跟住就賴即係所以就搞到張家界就變咗一個好似一個 distribution center 咁樣，即係個個去完張家界旅行咧，跟住就周圍去，即係翻自己屋企啊嗰啲咧，就所以而家北京啊嗰啲都見到有啲地方又爆發啦。咁整體嚟講就其實今日都有聽過摩根嗰啲 call，咁其實都講緊嚟緊嗰個今個季度咧個 GDP 可能有就會慢翻少少啦，因為個疫情影響，咁尤其是可能係啲同即係嗰啲就業啊嗰啲情況都會有影響啦，因為你而家嗰個各個地方咧，你睇啲新聞都見到佢係有 lockdown 嘅情況出現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地區咯，咁所以就除咗啲即係 lockdown 完啦，咁就即係例如嗰啲餐飲啊，一啲係即係嗰度當地嘅零售嗰啲都會有影響咯，咁所以見到其實啲 booker 咧都開始 revise 緊啲餐飲業嘅嗰啲 earnings 啊，咁今日見到高敏就即係都斬咗959啊，同埋海底撈嗰啲嘅盈利咯，咁海底撈直頭斬一半添啦，咁之前都有講過呢兩間公司嘅情況㗎啦，咁其實就而家個情況就似乎係即係都係等緊呢個疫情，即係大家打嗰個疫苗咧，去到可能11月就真係打晒咁樣，跟住就睇下會唔會係望緊第三劑咯。咁其實因為始終而家就打咗疫苗，即係而家中嗰啲 COVID 嗰啲 case，其實基本上個個都有打疫苗嘅啦，喺大陸嗰度。但係就即係嗰個疫，即係嗰個症狀就冇咁嚴重咯，所以就變咗好似係一個係咪去咗變咗係一個即係好似流行性感冒咁樣嘅 stage 咧？咁就嚟緊就要 keep 住打疫苗咯，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古仔咯。所以大家就好似對於咧啲疫苗股咧越嚟。即係越嚟越有憧憬啊！即係嚟緊會唔會可以
再多啲嘅銷量咧，咁所以就見到嗰只 Moderna 都好勁啊，咁應該係今日會出業績嘅，咁琴日繼續升啦，mRNA，咁就好勁啊，咁所以就係整體就即係睇翻今日香港就立立地其實。暫時睇咧，就好似 healthcare 就相對地好少少啦，但係都唔係整體咁樣升咯。我自己見到就都係啲人買下啲 CRO 啊，跟住有啲疫苗股咁樣咯。反而咧係嗰個即係大家都知，即係呢段時間都係一個政策市啦。咁其實琴日又出咗好鬼多即係啲政策嘢啦，就叫啲人唔好食煙，跟住。又唔好飲酒，跟住又唔好打嗰啲激素啊！咁你見到嗰只咩？長春高新啊，其實6月已經有提過咧，長春高新已經領咗嘢噶啦。佢5月嗰啲時間，即係講緊嗰啲激素可能會有雜采嘅情況出現咯。咁你見到佢已經懟咗落去，跟住而家仲話叫你唔好打咁多呢啲嘢。咁即係呢啲通常佢都係講緊係，即係嗰啲小朋友佢哋有啲係可能有啲病咧，佢哋嗰個發育就比平時平均嗰啲係慢，咁就即係會打嗰啲激素嗰啲嘢。咁就你見到今即係呢間嘢都好慘。咁另外就係見到嗰啲嘅internet 公司啦，無論係視頻啊或者係阿里巴巴啊嗰啲，都好弱啊呢排繼續。咁琴日就其實都有啲新聞嘅，咁就係講緊嗰啲嘅遊戲啦，嗰啲嘅税收方面咧，都可能有調整。咁跟住你見到其實摩根佢哋咧都出咗個report 咧，就講緊阿里巴巴，其實佢可能咧嚟緊嗰個嘅税率咧，都可能會有上升嘅風險啊。咁就係同嗰個嘅稅務優惠嗰方面嘅政策係有關聯嘅，咁啊，阿桑會唔會講下嗰個遊戲嗰個情況？唔該，Kevin 嚇。其實好多之前咧喺星期二嘅時候都有提到，即係之前嘅一個新聞啦，即係講話呢個精神鴉片啊嗰啲啦，即係青少年沉迷打機嘅影響啦。咁琴日咧，其實琴日朝早咧，其實都已經有另一個新聞咧。其實最主要就係講翻即係一啲遊戲佢哋嗰啲公司啦，開始要負翻一啲嘅社會責任啦，咁同埋要可能喺税收上面啦，可能要回饋翻社會啦。咁其實喺星期二講完嗰單新聞之後咧，其實騰訊啊、網易啊，佢哋公司上面咧，其實都有做過一啲嘅操作去回應翻嘅。咁包括可能係一啲實名制啦，喺佢哋嗰啲 game 嘅 registration 上面啦。咁第二就係喺一啲用戶市場上面嘅限制啦，分咗節日同非節日啦。即係可能如果你係喺非節日上面嘅原本你啲小朋友就系可以玩1.5个钟嘅，即系个半钟嘅，咁可能就可以玩得翻1个钟。咁如果系节日上面就由3个钟变到减到去2个半钟咁样样咯。咁啊最主要就系做呢个操作啦。咁同埋即系之前嘅新闻最主要就系影响啲小朋友啦。咁所以其实个对于公司佢哋嘅角度啦，即系喺个top line 上面咧个影响确实唔大嘅，因为之前啊好多都有攞过份 annual report 出嚟啦，就系最主要讲话，即系如果你话16岁留下嘅小朋友，咁可能佢就系喺个 game 嘅 revenue 就系可能就系占6%，咁所以实质嗰个impact 即系个 material impact 就唔系话真系好大嘅。咁但系因为呢件事咧，其实就系今日出嘅，咁就喺华尔街见闻上面讲啦。咁其实最主要就系讲翻，即系其实有 game 啊，其实本身系一个比较好嘅，但系因为咧而家开始就已经系越嚟越大啦，個競爭越嚟越強啦，suppose 應該係 mature 咗噶啦，咁所以咧，其實而家開始咧就政府就決定就可能係減一啲嘅補貼啦，因為之前咧其實公司咧其實最即係尤其是你做 game 嘅公司咧，其實個本身佢哋嗰個毛利啦或者佢嘅淨利潤咧個 margin suppose 應該都係頗高嘅，咁我 check 翻咧，其實如果你
睇翻成個騰訊啊，或者心動啊，或者係網易呢啲比較大少少嘅公司，或者Bilibili 啊，佢哋game 上面個 margin 咧，如果你睇 operating profit margin， 應該就係翻25%至30% 左右嘅，係啦。咁同埋即係佢哋個增長確實都喺度嘅。咁所以就變相，如果你 cut 咗佢哋嗰個嘅即係叫做加翻税嘅話咧 ，suppose 應該係會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影響啦。OK。咁如果我用一個網易嗰個嚟去做例子嘅話咧，其實網易之前咧，因為如果你睇翻，其實呢一度其實都有講到嘅，就係話即係間公司咧，其實即係政府咧，其實為咗鼓勵呢啲產業嘅發展咧，軟件咧係有一個稅收優惠政策。咁其實喺網易嗰度咧，其實都有提到嘅。喺2018同2019年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有一個降低咗優惠稅率去到 10%。咁如果假設即係間公司佢哋係冇咗呢 10% 嘅話咧，其實佢嗰個 effective tax rate 咧，其實就應該係會陸續有翻一個提升喺度嘅，即係可能去翻2018年或之前，其實就係翻23-24% 左右咯。OK， 咁呢樣嘢就一定係對間公司有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啦。因為第一，你間公司尤其是網易，主要係做啲 game 為主啦，即係佢70%係 game 啦，包括 PC 或者係啲 mobile game。咁同埋最緊要就係 game 呢個行業不嬲都係啱啱提到啦 ，mature 咗啦，同埋佢係 profit making 噶啦。即係如果你睇個估值嘅話，應該係用 PE 嚟去睇，啱啱25至35倍 PE 噶嘛。咁同埋佢係即係 cash cow 啦。咁如果間公司即係喺佢哋嗰個稅收上面有一個好明顯嘅提升嘅話咧，咁其實佢嗰個 bottom line 就一定係會繼續受影響嘅，係啦。咁所以整體嚟講，確實都唔係話真係特別好啦個情況，係啦，即係因為之前嘅嗰單新聞就可能係影響個 top line 嘅，咁啊 top line 嗰個影響就唔係話好大，但係因為呢一個新聞就可能會影響佢哋下游嗰個賺錢個 profitability 個能力咯，咁所以就變相會有一個比較大明顯嘅改變咯。咁但係因為始終即係第一個估價係即係唔係話特別大嘅 impact 住嘅，即係如果你睇翻騰訊嘅話，係咯。咁再觀察一下先啦，因為要可能最今日先至出嘅話，就即係可能要聽埋其他條街上面佢哋嘅一啲反應啊，一啲 feedback 係點樣咯。咁之後可能再update 俾大家聽。唔該曬。咁其實唔止即係遊戲嗰啲公司啦，即係頭先講過。即係一啲嗰啲 internet 公司咧，而家都係有呢個嘅高薪技術企業資格咧，咁佢哋就會有嗰個優惠稅率咯。咁之前即係尤其是好似阿里巴巴咁樣啦，佢旗下嗰啲嘅子公司咧，直頭會有啲重點軟件企業資格咧，例如係淘寶啊、天摩嗰啲。咁就好似係今年咧，佢哋嘗試 apply 翻去攞呢個資格咧，係攞唔到住咯，而家。咁所以就係講緊，即係呢個本身係有個優惠稅率係10% 嘅，咁嚟緊會唔會上翻去15%或者再高啲咧？咁就係有呢個風險咯。所以就摩根佢哋咧就出咗個報告都講即係點解阿里巴巴會有機會個 tax rate 會有上升啦？除咗騰訊同埋網易嗰啲遊戲公司之外，咁另外咧就即係頭先講到嗰個嘅COVID 情況啦，咁大家可能都會諗下啊嗰啲 auto dealer 咧會唔會都有影響咧？因為即係如果你個城市 lockdown 咗，咁啲人都唔出街嘅話，咁都會有啲影響啦。咁你睇翻其實好似中興呢啲咧，咁其實佢七月咧都有個即係下跌嘅情況啦。咁其實除咗 COVID 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嘅，就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就係即係例如係寶馬同埋 Benz 咧，其實喺大陸嗰個銷量咧，七月大概係1月1日到25日嗰啲情況咧，其實佢哋銷量咧差唔多跌咗3至4成咁多。咁就市場開始喺度驚緊啊，會唔會？係因為你知啦，我哋前兩日就喺度講緊嗰啲嘅 EV 嗰啲嘅銷售咧，就棒棒正噶嘛，即係創曬新高啊，跟住係咯，咁就諗緊會唔會係因為呢樣嘢咧有個嘅需求嗰個影響咧，即係嗰啲嘅寶馬Benz 啊，佢哋嗰個嘅market share 會唔會因為咁樣少咗咧？咁其實即係今朝都聽咗摩根嗰邊個 call 啦，咁佢哋就 expect 其實呢個情況咧有機會8月都仲係咁樣，即係但係主要原因咧，
唔係因為個需求啊，佢哋覺得係因為嗰、那個芯片嗰個嘅情況就。即係嗰個芯片短個情況係影響咗，咁但係整體嚟講，其實你睇翻嗰啲 dealer 咧，其實佢哋即係 channel check 翻嘅話，佢哋嗰個嘅backlog 都即係嗰啲 order 咧，其實都有成一至三個月咁多，而且嗰個嘅存貨都少過一個月嘅，咁所以暫時我哋就未有喐動住啦，對於中升，但係就即係都要 alert 一下，咁我哋都睇緊。即係睇下佢下個禮拜出業績嗰陣咧，嗰啲管理層喺個 call 嗰度會即係有啲咩睇法啦。咁 COVID 嗰個影響就即係都係講緊其實可能佢哋即係啲經銷商咧入邊可能嗰啲嘅客人分佈啦，咁有啲係同 COVID 相關嘅職業啦，例如係做餐飲啊，或者係做工廠嘅。職員咧去買呢啲車咧，咁其實如果嗰啲嘅行業啊，俾呢個 COVID 影響得多咧，咁佢哋嗰個即係使錢嗰個嘅期望都會少啲咯，所以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會有影響到嗰個嘅需求啦，喺即係喺嗰個汽車銷量嗰邊，咁另外一個就係即係頭先講到嗰個 market share 嗰個情況啦。咁另外就係經銷商，即係呢個就比較耐㗎啦，已經由即係今年講，由今年年頭講到而家，就係、是、嗰個嘅電動車究竟喺經銷商嗰邊咧個 value 有幾大咧？即係大家可能會擔心啊嗰、那個嘅售後服務咧，因為你少咗好多嘅零件要換㗎嘛，即係你比起汽油車同埋電動車少好多嘢換啦，咁維修個次數可能會少啲啦，咁就不過其實呢個咧就因為都覺得係其實由年頭講到而家咧，其實都應該已經部分有派先到落去個股價度啦。咁就而家期望就可能會嚟緊佢究竟呢啲嘅經銷商佢哋喺 EV 嗰方面個部署會個發展係點樣咯？即係大家都要睇下佢之前例如小鵬啊嗰啲嘅小鵬嗰啲嘅鋪頭啊，嗰啲嚟緊下半年應該差唔多起好嘅時候，會唔會有多啲嘅消息可以出到嚟咧？會唔會有啲經營數據可以見到咧？咁就到時大家會知道究竟即係而家傳統汽車嘅經銷商喺呢個 EV 上邊嘅部署係咪究竟可唔可以 work 到咯？係啊，咁就最後咧就請阿 Elliot 咧，可能講下最近有幾個小啲嘅新聞啦，就係6098啦，就琴日就摩根又有個報告，同埋有嗰啲政策咧，就好似影響到成個行業，所以見到今日都跌得幾急下嘅，有跌咗6% 差唔多6098，同埋佢講下復星嗰啲疫苗嘅情況啦，仲有微創心通好似有个产品就批咗嘅，系，唔该 Elliot。好，今天先讲一下那个物管方面的一个新闻，就大家今天也注意到这个，我看到有人也在问这个为什么碧桂园服务今天有一个很比较弱的原因，所以说我也结合了一下昨天我看到一个 Morgan 的一个报告，大概这个报告就是说这个 Morgan 是认为之前这个出的这个人社部等八部门的这个维护就业新形态劳动者保障权益的这个政策，他们认为这个会影响到这个碧桂园服务和其他的这些物管公司的这个盈利的这个利润空间和他们的这个利润率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其实之前这个关于这个政策之前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在7月23号那一天，大概之前是讲的是这个美团和这些其他劳动密集型的这些平台公司，大家当时认为这个政策主要是针对这些平台公司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上这次在这个 Morgan 也提到，这个其实它这个外包这个内容，它不光是平台型公司，它对这种像碧桂园服务这样的物管公司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简单来说，其实这个政策就是说，如果这些公司它采用这种外包的这种方式去雇佣员工的话，除了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那个就业保障的一些内容以外，还要去负责这个社会保险制的这个保障，这个的话就等于提高了这些一个企业的一个盈利空间。
所以说这个 Morgan 就是计算了一下这个盈利的一个影响，大概就是实际的影响就是对这个净利润率的这个影响是有减少 2.2%， 然后对这个净利润的影响大概是能够减少 19%， 是对整个行业的一个预期。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它这个详细把每一个企业物管公司的这个影响都单独列出来了。我看到这个它其实对碧桂园服务来讲，这个公司来讲，它相对于其他同业来讲是低于这个行业平均水平的。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对这个 margin 的一个影响是 2.1%， 是低于行业的 2.2% 的一个情况。然后它对这个净利润的影响是大概是 12%， 低于行业的 19% 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就是根据 Morgan 计算下来，其实碧桂园服务相对而言可能是比物管其他公司要好一点，但是同样它也是肯定会受到影响。然后这个其实我认为可能最大的影响倒不是实际的盈利的影响，最大可能就是在新闻方面，因为之前我看的很少好像有新闻把之前那个政策和这个碧桂园服务的这类物管公司的一个盈利情况联系到一起，这次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事情。现在目前可能在国外，现在可能说估计这次可能撤资的首先是外资看到这个 Morgan 的报告，但将来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在内地的一些社交媒体上可能会存在一个发酵的一个情况，所以会有一些影响吧，一些风险吧，应该说后续。这是碧桂园服务，然后下面再讲一下这个微创新通医疗的这个一个新的产品。其实这个今天我看到是这个微创新通发布了一个，在他们的一个公告里发布了一个新的一个叫 All-White Plus 的一个心脏瓣膜球囊扩张导管的一个产品。这个我也简单看了一下，这个其实这个扩张球囊导管这个其实是微创新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品，大家可以看到在它的这个 pipeline 里面它是排到第二位的，是它这个整个的这个 VitaFlow 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然后它这个其实这次这个新的这个通知其实就是说这个 All-White 的这个球囊导管的第二这个叫应该说第二代产品，现在之前大家可以看到 pipeline 其实还在注册中，但其实这次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已经获得这个国家药监局的一个审批了，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在对这个整个微创的这个管线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进步。然后而且我简单查了一下，好像同业里面这个关于这个球囊导管扩张导管这个大部分都是在一代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可能微创新通在这个系统里面它这个产品是领先于同业的一个情况。然后大概是这样，但是大家也注意到可能这个新通医疗这个股价可能这段时间也是确实比较弱，尤其这两天。所以说我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也看到很多在 news flow 方面大家在解读，好像就是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太新的事情，基本上说这个还是说之前那个业绩的事情，就因为业绩的它的一个汇报的业绩是今年还是一个亏损的情况。但其实亏损这个情况我认为是在这个 TAVI 这个行业是普遍存在的，其实大家都是亏损，但是由于之前像其他的同业像启明他们更多是汇报他们这个 top line 的一个增长，所以明显是一个正的数字，但是这个亏损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一看到这个亏损可能就注意力全在亏损这个上面，但其实并不是一定是真的是说比同业要差很多。但是这个其实我认为但是同样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微创新通它没有去汇报它这个 top line 的一个增长，就是我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像 Kelvin 上次说的，可能它确实如果它直接汇报这个 top line 增长，可能就会给市场一个能计算出来它可能的这个市场化的进度是慢于启明的，而且我个人是认为可能真实的情况确实是它的这个可能在市场推广方面它可能在这个季度可能是要慢于启明的一个大概率是一种情况，所以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认知吧，所以说微创新通还是可能审慎观察一下，建议大家。然后最后一个新闻就是关于这个复星的一个新的事情。其实复星是在昨天的时候有一个公布了一个就是关于他这个旗下公司的一个私有化，控股公司的持股的一个私有化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事情，简单就是说这个他的一个子公司持股一个之前持股这个 NFH 这家公司的 7.1 的股份，现在这个公司现在可能未来要私有化，所以说他会成立了一个叫 Holdco 的一个就是对这个私有化专门去针对这个私有化成立的公司，可能就转从这个 7.1 的股份转换到这家公司的 6.9 的一个股份，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但是值得一说的就是他这次其实复星医疗会医药监局还是会持有这家公司的股份，可能就说明他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这家 NFH 这家公司它是这个一个叫和睦家公司的一个控股股东。这个和睦家其实是一个国内很强的一个前五的一个这个叫社会办医的这个医疗的服务提供商。这个的话
其实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其实因为复星医药本身它其实有一些这个医院方面的一些布局，然后这个和睦家其实本身这个品牌是比较强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继续持有这家公司的一个转换的情况，然后可能会将来可能在私有医院方面也是一个有发展的空间吧。然后最后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在这个8月5号这一天，这个有一个新，这个其实是一个早的新闻，但是就是说在这个8月5号这一天，这个是国务院这个外长王毅可能今天会举办一个这个会议，关于新冠疫苗的一个国际会议，这个主题叫加强疫苗和国际合作。这个会议其实在国内的主要的疫苗厂商都会参加，所以说在这个会议里面可能会提到一些复星医药审批或者说是一些这种官方的一些吹风的一个情况吧，所以大家可能后续关注一下，可能会对复星医药后面审批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披露吧。大概就是。唔该晒 Elliot 啊，我见到大家好开心啊，咪香港队赢咗即系乒乓波铜牌嘅团体战女子嗰边。今日有机会攞三个牌好似，咪阵间就李慧思同埋空手道嘅嘢嘛。其实今天都少了人看，我们是个个在看直播。看看那些 comment 有没有东西回答先。看看。昨天就应该答到这里了。資本買房地產炒到咁高，搞到老百姓好慘，幾有狗，係咯。所以而家咧，大陸嗰、那個政策都係講緊，即係講緊嗰個社會平等。即係你見到好多嗰啲政策都係針對住啦，即係所有對於社會不公平嘅嘢，佢哋就而家喺度做緊咯。跟住FTD 多謝你讚賞啦。跟住咧 ，Ken 哥哥就话 ，Ken 哥哥间唔时都留下言喺呢个 comment。医疗器械都集采睇嚟 ，to B 就开始唔稳阵。咁咧就另外想问，唔系净系对公立医院有着数，海家都有份。应该都系讲紧医疗政策啦。咁好短咁乜啲啊？即系其实讲真咧，我觉得即系医院咧嗰个风险系有嘅。即系如果你睇翻其实。美國那邊咧，啲醫院係唔賺錢嘅，即係大陸我哋而家買嗰啲，其實都係主要因為佢係佢輔助緊成個行業咯，即係佢因為嗰啲嘅，即係好似海嘉啊咁樣，佢哋都係 target 一啲低線，即係三四線城市嘅，所以就而家啲政策都係推緊公立醫院咯。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影響咧，暫時嚟睇就唔係真係咁大嘅。咁跟住 to B 嗰方面咧，咁你就真係睇實個大量採購啦。咁嚟緊第六次大量採購咧，我自己覺得就有機會開始嚟了，即係講緊例如係之前講嘅生物類似藥啦，咁就有機會會做大量採購，因為開始都你見好多間藥企都有做緊呢隻藥，咁值得關注嘅呢樣嘢。咁究竟係幾時做呢？係今年年尾做啊，定下年年頭做呢、這個再睇啦。因為啱啱第五輪先搞完，係嚟緊就今個月或者下個月就醫療器械啦。咁大家都要關注。我都好似仲未見到一個 time， 即係究竟邊一日做嗰 bidding， 我唔係好 sure， 我可能再睇一睇先。OK， 咁跟住見到 AM 嗰邊就冇乜問題啦，睇翻即時先。OK， 跟住啊 ，PP 咧就话琴日 short 咗啲国债啊，希望祝你好运啊，因为琴日弹一弹啦嗰啲债息，咁咧就咁其实大家个 friend 都有啲系即系美国嗰边又话买翻啲美银行去部署下嗰个 rate 可以反弹。跟住啊 ，Steven Lang 咧就问 Ada。AMD 有咩 view？ 琴日好劲啊 ！AMD 同埋啊，琴日都我都有少少 over 咗，佢升8% 嗰阵时嘅，我都觉得即系嗰个 reaction 有少少 over 咗啦。咁就但系我哋继续 hold 住嘅，咁就系啦。咁佢真系有个 market share gain 嘅 story。即系如果你净系讲
demand supply 嗰樣嘢咧，咁就講真有啲難玩嘅。因為嗰個 demand 嗰個 outlook 成日喺度變緊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加一個一個真係搶嘅 market share 咧，就會容易啲咯，即係容易啲 sustain。最慘就 Intel 啦。Louis T 咧就問呢個聯電日月光破頂 ADA 有冇意見？都係台灣股票啦。咁我都見到，咁就其實佢UM 即係依家即係 UMC 啦 ，UMC 同埋SMIC 你都見到係喺七月尾就開始啟動啦。冇喐咗成年。我之前都講話，我本來最仲好住只 SMIC， 跟住即係佢勁 underperform 其他即係 A 股嗰啲semi 就我沽咗，但係即係七月尾嗰陣時佢啟動翻我，咁我梗係入翻啦。咁所以即係兩隻我就揀咗 SMIC 嘅，咁其實兩隻都係同一時期。七月尾嗰陣時開始彈上嚟啦，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啲foundry 開始加價嚇，UMC 同 SMIC 應該都係有加價嚇。咁ASE 我就 miss 咗嘅，之前都已經升得幾好噶啦。咁ASE 就係做packaging 同 testing 啦。咁呢只自己覺得 miss 咗就難啲入手，不過等我再研究一下，睇下仲有冇機會。好唔該 ，Ada。跟住咧，阿咪咪問豪德1072，即係1072東方電器，冇睇。我哋冇啊呢只。得得，聽日好得會唔會搭翻輕能源嗰啲？跟住啊 ，L Simon 就講緊呢個啟明醫療啊。咁我諗主要可能係俾只心通 drag 咗落去啦。咁琴日就講個心通就可能解禁啦。佢啱啱2月4日上嘅，咁6個月不過好急啊。整體就即係琴日都講咗 view， 我其實冇揸好耐，即係就係成個競爭係難啦，咁就加上醫療器械就嚟緊呢1-2個月就可能會真係挫咗啲嘅，會因為大量採購同埋你見前兩日啲消息大家都好敏感，所以就醫療器械就暫時淨係揸住只853，交少佢853。出咗新聞話整嗰啲 COVID 檢測盒，咩都玩嘢啊！嗰間公司好似今年3月先成立，跟住阿 Lungu X 講啊，唔係 Judy 先 ，Judy 問騰訊現價可唔可以買？講真的，我哋都係細住咁樣 trade 一下咯，即係佢真係大插落嚟嗰日。就可能鬧下咯，但係即係佢一升翻，我哋都沽翻，即係咁樣trade下去算啦。嚟緊就可能嗰個會唔會有個税率風險咧？即係呢個大家都要留意下。同埋頭先基明嗰個 policy 都講過啦。跟住就美股嗰啲疫苗股好強啊 ，mRNA 嗰啲好強啊。係佢咪全線都升啊嗰啲？佢Novavax都升。跟住 Derek Fong 咧就話奇怪現象就係錢咧就去咗美股創新高，就好多拍即係好多拍咗入去國債，但係國債就冇息都咁多人買，我仲 short 緊佢。Ada 有冇？我 coming。睇翻都係唔知幾時彈得翻上去。跟住咧就跟住 Oski 啊，就話呢個美債其實都算高息，睇翻歐洲同日本。At least 咪負先係嘛？佢俾你睇大陸嘅。跟住就Elfranki 咧就話物管都咁弱，真係等中電信上市，跟 A 股回調之後睇翻位樓抵食快餐。
中电信，物管就都系啲 policy 啦，咁大家都其实都讲咗好多日，所以就同之前嗰个情况就好唔同啦。而家即系有 policy risk 嗰啲，就大家就真系惊咯，避咗先啦。咁但系啲反应都即系开始冇咁大啦，因为即系大家都都有少少預料到係邊幾個 sector 或者邊幾個 thematic 係會係會即係 target 咯，所以就嗰、那個冇即係突然間跌廿隻嗰啲。前兩日都講咗，咁呢個就即係呢個摩根整嘅就係嚟緊嘅嚟緊仲嚟緊有機會嘅 risk 咯，你見到就係、是。即系呢啲cyber security 啊，跟住 financial 嗰啲咯，即系呢啲系机会或者系一啲嘅 downside 嘅啫。咁跟住就，请问将入 MSCI 指数嘅股票？呢、这個暫時未有。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我哋好少咁樣操作嘅，所以我哋都冇乜去估嘅。不過出邊有好多人估嘅，所以你睇嗰啲都即係嗰啲 relative fund 就要做呢樣嘢啦。有 like 又睇緊銅牌戰，有冇睇我哋？我哋贏係咯，頭先贏咗啦，贏咗德國。跟住又 can David Lam 就問6098咁弱有冇減持？未。跟住 Kenny Peng 咧就話 B 站營收結構不斷咁調整，嗰、那個 gaming 咧其實下降緊咯，就而家流走緊。咁我哋都做啲。跟住 Lily 就話每日都讚完再睇，多謝你啊！跟住就係咯，一齊慶祝一下港隊乒乓歷史性銅牌，好似17年之前。跟住啊，呢啲就 Kel，Ada 點樣睇 Square？ 暫時冇乜 comment 住。消化一下嗰個 acquisition 先啦，即係之前有睇嘅，但係我哋冇持有之後就冇乜跟。咁但係佢而家做咗呢個收購，咁其實都幾天價嗰個收購，仲要全部股票，咁所以等我哋消化一下先呢一個。跟住就多謝 Kenny 啊，請 AMD， 應該我請你喎，你買早過我，你應該係啱啱出 result 嗰日，我係出完 result 睇埋啲嘢，我先第二日先至喐手嘅。Home Plasma 就冇直播睇铜牌，系啊，攞咗铜牌啦。希望今年港股可以好似港队咁劲啊！系啦，跟住阵间仲有单车同埋空手道睇。跟住 Jerry Hall 咧就问工信部会议稳定平板玻璃价对边几只股票有影响 ？Sean 有冇 comment？我琴日講完佢啦，好似話868個管理層就講話啊，應該出面唔會有人去咩啦。啊，點知琴日就講咗呢個啦。咁有啲咩影響就一定係信義玻璃啦，咁同埋仲有China Glass 啊，或者係洛陽啦 ，Flat Glass 有少少嘅，係咯。咁啊，最主要呢個咯。咁但係其實佢最主要講話即係去揾呢個價格係希望加翻多少少一啲嘅產能啦。咁啊，其實即係先。Glass 好似嚟緊都會有幾條2000幾 tons per day 嘅 line 就準備會出嘅，咁啊對上即係可能如果大家要 care 嘅就可能係嗰個產能置換上面會唔會再有一個比較明顯嘅 update 咯，咁呢個我哋都 monitor 住咯，係咯。OK， 唔該曬 Sean 啊。OK， Kenny Peng 問呢個南美發現新變種 Lambda。Work from home 睇唔到終點，上咗 Zoom 車有冇炒下？暫時冇咯。叫阿豪德睇下先，因為 Zoom 係好得睇。但係而家好似講緊美國要 back to school 噶咯喎。係咁就Zoom 都升咗下。
跟住 Nike 又话好得唔系蛇王去咗睇奥运，其实好得就今日唔系好舒服去，不过佢有翻嚟嘅头先，系佢又失咗声，听日希望佢听日好翻啦。跟住 James 咧就话牛下女神系加油，跟住 Charles 就多谢你啦，多谢你支持我哋。头先答咗 Tiffany 呢个6098嗰、那个，跟住就阿李健康强问咗我哋暂时冇咋。即系 internet 相关嗰啲咧，惊惊地啦。系咯，最近唔见咗 Ken 哥哥，头先去 comment 系咪好忙啊？呢排 CK 二九一五就问CXO rebound 咧完咗未？呢、這个唔好知啊，但系healthcare 咧始终都系即系大家都会愿意去买嘅。咁 CRO 就最稳阵咯，暂时睇。咁我哋都有揸住啦，269。咁今日都算系相对强少少噶啦，嗰只即系如果你睇只 ETF 就大概有概念。而家我成日都睇呢个 GX 嗰啲啦 ，thematic 嗰 ETF 咧，跟住一开出嚟成个 list 咁样睇下边只升边只跌咁样，大概睇下究竟港股个 trend 系点。见到都连续升咗几日啦，其实成个 sector 好似好翻啲。但主要就是我自己觉得是 CRO 啦，再加疫苗股，咁啲 B 仔股都弹少少，但是就比较难啲咯，所以而家避一避都唔系净系揸住只 Innovin 咯。咁TSM 会唔会加持咧？Poor Deadman 啊 ，Ada 会唔会 ？Sorry，TSM 会唔会增持？未，暂时冇。hold 乜？我哋仲 hold 紧。动作系。跟住 Ella Puta 咧就话，几乎咧日日都唔同政策打各行各业咧，咁司机今日咩应对政策略咧？咁就系你要认清楚究竟边啲政策系利好，边啲政策唔好咯。咁即系嗰几个其实都明显嘅，你见到即系好多 broker 都出嚟讲嘅，其实即系嗰啲佢而家系要要有个 social 嘅 balance 嘛，咁所以佢就。在呢方面嗰边嘅打击会劲啲咯，咁你就避一避咯。如果系嗰啲相关嘅话，咁新能源都系一个好大嘅 theme 啦。前几日都成日都讲啦，我哋咁所以就控制个注码咯。我哋系 ，OK， 咁就系咯。今日 SMIC 出业绩 ，Ada 冇。我讲真好难估，因为佢最难估嘅就系个 margin 啊。咁如果你话睇 UMC 之前出个 set result 就好好嘅，咁但系即系呢一个我睇埋先啦。个margin 每一次都 surprise 我啦，一系 on the downside， 一系 on the upside， 我即始终都估唔到佢个 margin。OK， 唔该 Ada， 跟住阿 Jerry 再问阿 Ada 有冇研究 CMO？ 冇。冇啊。OK。P.P. 就话 C 好强势，有冇加住？冇，我哋冇揸而家。Okay， 跟住 Yip Gary 咧就问呢个334真人3759点解个差价差咁多？之前好似有讨论过呢样嘢，即系可能系同但系呢个两间唔同嘅公司啦。第一件事就咁，一间就系 C.R.O 系佢系专做临床嗰啲嘅labor intensive 啊，即系要好多负责去做请嗰啲嘅病人嗰啲相关业务啦。咁3759就系临床前啊，即系康龙化成就临床前嗰啲嘅药物研发嗰方面嘅 CRO 业务嚟嘅。咁你话即系之前 COVID 个影响都即系你都会见到边个会影响大啲，因为之前。讲紧 COVID 咧，嗰啲医院嗰啲嘅 access 系受到影响啦，咁所以即系医院喺医院做嗰啲临床可能会有啲滞后咯。OK， 咁跟住 Terry Powell 咧就问呢个6098跌到咩位先会减持？其实我哋之前系有减持，减过嘅。即系你话你问我今日有冇减持，我未减持。系。睇下先，系啊，仲跌紧啦，而家。跌少咗，头先跌6%，而家5%到。OK， 跟住阿 Sean 问阿 Sean 私分有冇跟00251？00251，
科士达系嘛？我有望过下嘅，佢系做嗰啲data center 同埋呢一个储能为主噶嘛。即系我上次有讲到，咁科士达都系我其中一只有 mon 住嘅。咁其实佢最大嘅新闻其实就系同宁德啊嘛，去做一个合资去搞个储能系统嘅，我冇记错。咁其实就好似话佢个产能已经系起好，准备会咩啦？咁但系因为佢个储能嗰个 segment 好似唔系话真系特别大嘅呢、这个，咁但系我而家有望紧就系另一只即系派能同埋诶只德业咯，即系大家都系做用户侧嗰边嘅储能嘅，咁啊要我哋就望住呢边为主。唔该阿 Sean， 哇叫 HS Tech 好似唔系好掂啊，我答埋呢几题啦。Kenny 就问呢个 PayPal 就话觉得 PayPal 同埋 PayPal 好过 Square， 唔好讲下点解啊。跟住啊 ，Calvin 就啊讲 Square 好似嗰个 acquisition 就系爱嚟对冚 PayPal， 所以唔知道，所以我都要有啲要用啲时间去消化成个 landscape。Calvin 就话股价同港队一样，会唔会系咁怼？系咪食字啊？玩紧？跟住 Kenny 虽然系新香港人，但系见到港队系啊，好犀利嘅，就系今年好多牌。系啦，咁嚟紧仲有两个叫户啦，系咯，我见啲问题都答得差唔多啦，见到腾讯都对紧我哋，OK， 好睇翻个样先，咁就多谢大家支持啦，咁好得咧，今日就唔得闲啦，咁听日佢应该会翻翻嚟噶啦，咁就记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啦，我哋个 channel 啦，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